天堂蜘蛛人的水准跟黄奕一样厉害耶。可以开声音吗？来啊！这是你开40%吧。异形封城，你放心啦，台湾不会封城啦。台湾的那个武汉肺炎都当作没看到了，林姐。你当我第一天认识蔡英文呢、喔？台湾都被人家验出那么多在国外确诊的，在国外都受不了，媒体开始靠北。人家国外都可以验出你台湾人有确诊，然后结果你台湾人都装睡，我也没有叫不醒。好这样编的啦，根本不会封的，台湾就当作没有这回事就好了。你看大家日子过得很开心，对不对？哦，中国的、哦，中国有可能会封城啊，但是台湾不会、啊。那纸张画面出来，变这样，嗯，很有质感哎。哦，71等，我都忘记我那么高等了。各国封城，中国怕粮食有问题，不会啦，全世界就跟台湾学习就好了、啊，都不把武汉肺炎当一回事就 OK 了，你没看到吗？中国不是说他们大洪水过后，他们就有人在呛啊，而不是说中国会缺粮啊，缺到哪里去？对啊，人家中国人自己出来反攻。不是讲的中国会怎样，然后结果妈的游戏一款一款出，然后最后面一台在买，很好怕。大招，真的不用吓唬我们。在那边吵整年，说什么中国会衰败，结果妈的现在中国好好的，哪里有看到他衰败了？看，结果还买了Insta 360，还在玩大疆空拍机耶、欸嗯，还在买的Realme X3呢。今年也是，我们随便讲，我这张你没有看到的时候，一大堆中国东西啊，讲的像中国要末日一样。中国有什么事情发生了吗？没有。那个制造链还是还在。哎呀，那还是过得好好的啊。像中国不要搞，像美国搞的什么封杀也没屁用。对啊，美国你在那边搞什么说要封杀华伟，结果人家还不是华伟专柜，还华伟还出电视哎、欸。如咒如何干？你越封杀华伟，人家华伟现在过得越好哎、欸。也没有什么实行力。华伟有倒吗？你在台湾你有看到华伟倒一大堆吗？没有嘛。然后什么？试玩角色试玩。都卖假啊！服装试玩诶，不用相信中国会倒，中国叫做大到没办法倒。当你有大的可以割才收容的时候。まだまだです。而且我发现最近武汉肺炎死掉的人变少了，好像说冬天要立起来了。你看。每天有500万人感染，就有才10000多人的聚集而已，这比例很低耶。死掉都是中年，不是该死的吗？我的中年，我的中年。冬天本来就比较多人会死掉了啊，像以前没有武汉肺炎的时候，也是一堆人啊，一天到晚人家过来死掉呀，又在办丧事的、啊、都会啊。你看呐、啊。你到现在，你身边有哪一个人死在武汉肺炎？没有。但是你一定知道，你身边有人得癌症死掉。有。对吗？这服装欣赏啊，还好呢。这件衣服怎么那么丑、啊？哎，干这个根本就是草原绿哎，草皮绿哎，还在你头顶上种草皮。难怪现在爬山的人那么多。因为你去到国家区域都要被要求戴口罩，然后你爬山没有人会叫你戴口罩。下山的都武汉肺炎。哦，我觉得会那个哦，会掉针哦，居然会掉针。看来崩坏的硫化针。那是手机烂。手机那个Realme X3玩崩坏还烂，还嫌烂，我已经不知道找到什么，我已经没有钱了。我没有钱买 iPhone， 买那。对啊，这个比例很像是流行性感冒。对啊，没错啊。啊，不然有本事你叫 WHO 把以前所有流行性感冒死掉的人的数据公布出来啊。我们来看看是不是跟武汉肺炎差不多，对不对？
我是不太想帮中国说话的人啦，但是我看了一年下来，我看也没有什么改变啦。Don't make it 啊！当我第一天看政治哦，看政治看了快365天了，结果发现中国还是一样厉害。看他妈一大堆东西要更新，什么互动资源包、关卡资源包。